我是居民，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。老子写就不去了吧。这是谁干的？来，给你油条。豆浆，这边扫码付款啊，谢谢。妈，你想吃甜豆花吗？我现在就去给你买。你上哪儿买啊？我高中那会儿，卖豆花的就已经是个老奶奶了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。小伙子，你吃什么？啊，我要两份豆花，一份不加花生。好嘞。我再要一根油条。啊，行，你自己拿。你的豆花好了，小伙。啊，谢谢您。多少钱？16块，这边扫码。现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以为你们年轻人都不带现金的。给您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陈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北侧45度，发现学长目标。大点劲儿，大点劲儿。哎呀，再使点劲儿嘛。还一把了啊，不行吧？还有没有钱了？你的桌子动过手脚？哎，这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瞧瞅什么？周边夹层里藏了个机关，当你要出签的时候，就会让机关凸起来，改变球的方向，让小球落入你想落入的格子中。你脚的位置，应该就是机关的地方吧？你是骗子！哎，别胡说啊！你再胡说，小心我跟你诽谤。不是诽谤，是当街行骗，民法典第192条，拘留30天，罚款50000元。别，我这就是小本生意的。请你把刚才骗他们的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他们。哎，好吧，遇到你算我倒霉。给我等着。你是青城一中的学生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认识吗？啊，不认识，但我相信我们很快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我猜你也喜欢看加来道雄的超越时空吧？你也知道这本书？当然，而且我相信未来的人类一定会实现时空旅行的。我正在研究这方面的课题，可以加你微信吗？希望能随时跟你请教。可以啊，但是我没带手机，要不然我把号码发给你，然后我回去通过。好。神奇女侠对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你真的相信时间旅行吗？当然，而且你要相信自己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，而且你的课题一定会研究成功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陆晓，我真的回来了。叫什么来着？七硕。多大？24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妈。对，我是你儿子，你是我妈。哎，你醒了，快吃早饭吧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豆花。你干嘛掐我？我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妈，我是你儿子。你怎
怎么会在我家？不是你是我妈，这是你家，我不在这儿，在哪儿啊？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豆花，不加花生的。你还知道我不吃花生？当然了，我是你儿子，你花生过敏的事情我一清二楚。只不过，买豆花这个钱是我从你存钱罐里拿的，我没有这个时代的流通货币。你这就是光明正大的入室抢劫啊！你赶紧出去，我要睡觉了。妈，你别生气啊。我是叫你出去了吗？一分钟。又干嘛？一分钟，楼上会响起装修的电钻声音，紧接着你会听到一个磨茧子的叫卖声，善喜可以。我租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装修过，真以为你是冤家啊？我还是建议你快点洗漱吧，因为马上就要停水了。闭嘴吧。停水了，你连这个都能预料到？小区停水通知已经贴了半个月了，是你自己没注意。我这个样子去学校是不是会被赶出来啊？作为你贴心的儿子，热水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妈妈，洗脸。这家伙长得跟我……你看，咱俩长得确实有几分相似啊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小的嘴唇。哎呀，出去出去，我洗漱了。你这个人。你大老远过来就没什么正事要做吗？当然，改变你的命运，鞭策你追求命定的老公。呆住啊！你是不是我儿子都还尚且存疑？请相信科学。你怎么还把这玩意儿随身携带啊？我太了解你了，我就是让你追求命定的老公陆翔。凭什么你说谁是我老公，谁就是我老公啊？你是我妈，我是你儿子，我对你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而且我对陆翔做过调查。他非常的体贴、靠谱且聪明。少吹牛了，看过偶像剧没有？真正命定的男女主，那都是碰巧在哪儿都能遇上。在女主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男主就会突然出现，用八刀相助。我跟你说的这个陆翔，不仅八字不合，而且和他有交情。偶像剧我没看过，但是我知道。你可以看一眼你的手机。干嘛？相信我，看一眼你的手机。小，不会是神奇女侠对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偶像剧里没有这个桥段。你干嘛去？买车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勤俭节约，坐公交。走。哎，哎，你什么鬼吧你？哎，就是你非要坐什么公交？现在下雨了吧？你不还要送我上学吧？不。我只是替你算一个良辰吉时。陆翔，接下来靠你了。啊！早上上学了啊，别迟到，加油！姐姐，怎么没有男生给你撑伞啊？我的给你。我
我真出。刚才的事情你要帮我保密啊。为什么要保密？因为我们现在同流合污。主任好。帮忙打掩护。主任。罗夏，我这次叫你来呀，是因为你虽然考试得了第一名，但是从试卷上看你还是退步了。我知道。全校第一了还叫退步？你爸可是一中老教师，你可是顶着子弟的光环的。知识分子的家庭，加分项。我知道你这个年纪啊，青春萌动，一定会有女孩子给你走得很近。七月。
打掩护。我不会。打掩护你都不会？我从来不撒谎的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从来不撒谎？陆晓，你放学有空吗？我想约你看电影。有空，但我不喜欢和不熟的人看电影。还真不会撒谎。电灯同学，遥控器同学，电视同学，烤箱同学，还是点外卖吧。你好，有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，想请你指点一二。年级第一要找年级倒数第一指点。如果像过去的时空穿越成立，那该如何解决祖父悖论所存在的因果伦常问题？什么这个悖那个悖的，跟祖父有什么关系啊？破学校又没有。这位同学，问什么？负责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对你负责。你要干嘛？这都是些什么奇奇怪怪的？别碰那个，那里面是强硫酸，碰到了会灼伤腐蚀皮肤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把它敷在脸上，变成冰了。走吧。您锁定的目标正定位到青城一中。青城一中，郑斌，我怎么去啊？由于您没有当下流通的货币，建议您步行前往目的地，全程5.8公里，预计时长1小时13分钟。一个小时，我去那儿天不都黑了吗？现在时间11点，今日日落时间为18点49分，步行至目的地不会停费。我在跟你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明白吗？请不要和机器人开玩笑。把你的幽默程度给我设到30%，谢谢。收到。大爷，大爷，事出有因，我没有带现金，但是你能不能载我一程，必有重谢。你确定坐我的车吗？确定。哎，哪个学校的？清大来训练的。出入证。我每周都来，您不记得我了？新规定，没有出入证谁都不准进。出入证我下次拿给您，行吧？这次通融一下。
下次。你好，我是学生家长，请问咱们学校是谁都可以进吗？当然不是，您是哪位学生的家长？啊，高三一班七月的堂哥。七月的堂哥，刚才投诉电话就是我打的。您好。您放心，刚才保安处又重申了一遍，禁止本校外的学生出入。那就好。那我在这等人总可以吧？上课时间禁止本校外的学生出入，请不要在学校门口逗留。还好我赶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同学，他是你堂哥啊。堂哥？对，是。我来给你送点东西。你又要送什么？送家人的关心和祝福啊。嗯。哎。累死了。齐叔，你这个混蛋！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住的地方搞成这样，你看看，你还有个女孩子样吗？这不是。糟了，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回来。整天拿个手机，电话也不接，还那个中午吃饭你也不去，非要让我亲自来请你吗？对，赶紧去，别让祖母等着急了。走。死丫头。外公，外公，他是谁？他是谁啊？您一定是七月的父亲吧？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七叔，我是一名外公，就是清大外国语公共家庭教师，简称外公。哦，你可真会扯。啊，没错，这位是我的家庭教师。老师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突然有事忘了通知你了，要不我们改天再补习？没关系，你记得写作业就好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叔叔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改天改天。好嘞。还算有点默契。这都几点了？妈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大家族啊，最重视的就是规矩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是，妈，你说的对，这路上堵车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我也想早点，可是我刚放学。你们两位，谁又拿了第一？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。祖母，现在是放学时间，能不能别提成绩了？好，不提了，来，多吃点肉。哎，这学生啊，太累了。是啊，谁都没堂哥累。月月，来，快点吃。吃完以后，还得回家写作业啊。吃个饭挑三拣四的，以后嫁到人家怎么办呢？祖母，我对花生过敏。人不大。事儿可不少。我吃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月，没大没小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害怕外公突然杀回来，我一个家庭教师出现在你家有点不。你过敏了，吃花生了吗？为什么只有你记得？我是你儿子啊，我当然知道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他们也是我的家人啊，不但不知道我对花生过敏，还说我矫情。你说你是从未来来改变我的命运的？是不是也因为我很差劲啊？我从未来过来改变你，不是因为你有多差劲，相反，
你可以考上很好的大学，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说实话，我还没接受我是你妈这件事情，或者说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不是的，你会成为很棒的母亲，而且现在，你也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所以，别沮丧了，走吧，先买药去。哦，然后再去上晚自习。我就知道感动不过一秒。想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就要每天上晚自习，不要虚度光阴，知道吗？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这里。